大家早安，今天是我们在东京迪士尼五天四夜行程的第二天。昨晚我们入住距离成田机场大约十分钟车程的 Marriott 国际饭店，大约10:30左右我们就睡觉了。现在是早上的6:30，起床享用饭店提供的自助式早餐。今天的早餐也包含在团费当中，所以不用再额外付费。走进饭店，装潢很漂亮，像一间小酒吧。我们自行找好位置之后，就开始取餐。海面上的食物都摆放得很整齐，餐盘也都很干净。有温暖的蛋花，小巧好入口松软的 cheese 饼，可颂，三角吐司，还有餐包，炒饭，咖喱肉丸，红萝卜花椰菜，青豆玉米粒，还有薯块，德国香肠，培根，炸鸡块，小块的豆腐，还有一些可以搭配稀饭的沾酱，布拉鱼，小菜，拔丝地瓜，冻豆腐，香煎鲑鱼片，还有鲑鱼炒饭，生菜沙拉区和水果区，有各种酱料可以依照自己个人的喜好添加，还有巧克力、玉米脆片、水果冰沙区、咖啡和茶包，以及饮料区。整个用餐的体验是干净美味的，口味都很适合我们。餐厅里头还有一大片的观景窗，看出去就是一整片的树林，还有一座飞机场。在用餐的同时还可以看到飞机的起降，这些飞机还有大台是载送物品的货机，边吃早餐边看飞机起降，还不错的体验。虽然我们有先购买日本地区的网卡使用，但是昨晚连上饭店的 WiFi 速度超快，现在几乎所有的饭店都有提供免费的 WiFi 了。如果没有事先买网卡，使用饭店提供的 WiFi 也是可以的，但是在户外就没有那么方便了。用完早餐走回房间，整理行李，检查所有的贵重物品是否带齐，我们就回到一楼集合大厅。这时候游览车也在外面等我们了，就跟第一天入住的饭店说拜拜喽。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8:00，大家依序上车，开始展开第二天的行程。第二天导游安排了5个景点，每个景点的车程也不会太远，路上就听着导游说着日本的历史故事和一些自己的人生哲学。在车上想睡觉的就睡觉，想听故事的就认真听，出国玩我都睡不着，喜欢用心用相机去记录这一切画面的美好。以前我们有去过很多国家，那时候因为对于拍照、录影、剪片还不是这么熟悉，很多的画面都没有完美的保存下来，真的有点可惜。尤其是3-4年前，我和老婆疯狂的体验台湾杜拜一日游的行程，如果那时候有用影片记录下来，我想应该会有很多的流量。大约开了1个多小时，我们先进休息站，大人小朋友通通下车上洗手间。我们利用这10分钟的时间少逛了一下便利商店，看到这一款横滨的夹心巧克力，市价上是第一名的人气产品哦，1盒8入，价格是1620元日币，折合台币是340元，我们就买了一盒尝尝。休息站里头还有一个高速公路交通情报的萤幕，会提醒前方塞车。游览车上面不像台湾都会提供矿泉水，在日本到处都是饮料贩卖机，想喝什么就自己投，不怕口渴。因为刚刚路上有小塞一下，比我们预计抵达第一个景点的时间大约晚了20分钟。现在的时间为早上的11:30左右，我们抵达神奈川县的香根园，可以远远远远的眺望富士山。今天的天气还不错，导游说下午还有一个景点可以完整的看到富士山。一到园区里头，我们就先进餐厅用餐，空间很宽敞，地板、桌子、椅子都保持得很干净。每人一份小火锅、炸猪排定时，白饭可以自由添加，想要加汤也可以，味道不错，大家都吃光光。今天的午餐也包含在团费里头喽。用完餐大约还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到园区内逛逛。香根园是位在芦之湖畔的度假园区，海拔723公尺，拥有着海水大水槽的水族馆，是日本海拔最高的水族馆。海水鱼、淡水鱼、可爱的贝加尔海豹以及企鹅，但是我们没有额外购票进入，
这里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像是乘坐各种水上交通工具，例如忍者巴士、海盗船、游轮也是其中之一。忍者巴士是一种陆上和水上都能够行驶的巴士，在陆地上面使用轮胎前进，还可以直接开进湖里面优雅的前进。还有山根源购物广场，一楼是贩卖甜点还有当地的品牌，二楼是免税店哺乳室。小朋友看到户外的牛蛋就想来一颗，这圆圆软软的应该是史莱姆。大家集合上车，继续前往下一个景点，车程大约20分钟，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1点左右，我们抵达第二个景点香宫大永谷。这个犹如地狱般冒着烟的荒古景色，在江户时代这里被称为大地狱，明治天皇觉得地名不雅而改成大永谷。目前每天人不断会从地下喷出大量的水蒸气和火山瓦斯，走进大永谷附近会闻到火山特有的硫磺味。来大永谷一定要吃黑鸡蛋，团费中已经包含一人一颗黑鸡蛋，会有导游统一领取再统一发放。为什么外壳是黑色的呢？这是因为将鸡蛋放入80°C 天然温泉池泡60分钟之后，再利用100°C 的天然地热蒸煮15分钟。由于温泉里面还有铁质会附着在蛋壳的气孔上面，铁质与硫化氢作用后也会变成黑色的硫化铁，因此鸡蛋的外观才会像木炭一样黑。虽然吃起来很类似一般的水煮蛋，但质地更为细腻，吃起来也不会太干，还蛮好吃的。还有提供一小包的盐巴可以沾着吃。据日本人说，吃一颗可以长寿7年，那吃两颗应该可以长寿14年，吃三颗可以长寿21年，以此类推。这颗黑鸡蛋的地标则是游客最爱的拍照打卡景点。这里还有一间大永谷黑玉子馆可以逛逛。黑玉子馆后方的停车场就可以观赏富士山，富士山就在远方的云层里面，现在云层太多不是很清楚，但导游说这还不是看富士山最漂亮的地点，等等再带我们去。我们在大永谷大约待了50分钟，就上车前往下一个景点，车程大约30分钟，现在的时间为下午的2点30分左右，我们抵达可以让人内心宁静返璞归真的平和公园散步。平和公园就是和平公园的意思，是1964年由玉电厂市出身的超市业者株式会社三德的社长投资设置的私有公园，作为纪念二次世界大战所牺牲的人，祈求世界和平。再接着往上走，会看到一座白色的佛舍利塔。平和公园里面最主要的建筑物就是这座佛舍利塔，里面供奉是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自证的释迦牟尼佛舍利。这里还有一个可以祈求平安的钟，这可是不可以随意敲打的钟哦，小朋友可别乱玩，因为每撞击一次就要投下100日元，心里才会平静，才会安心，许的愿望才有可能会实现哦。最后压轴不可错过的就是欣赏富士山美景的绝佳地点，从这边远望富士山中间完全没有遮蔽物，可以看到令人感动的画面，应该不少富士山宣传照都是从这边拍的吧。导游说这还不是看富士山最好的景点，等等再带我们去。平和公园短暂停留大约30分钟之后，我们就前往下一个景点，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点30分左右，我们抵达人野八海，位于山梨县河口湖附近。八海就是有8个池的水是经过地下熔岩过滤的清澈水质，在当地形成自然的景观，不只是自古以来的神圣灵场，也吸引不少观光客前来朝圣。中间大家围成一圈的水池，有2只神龙从嘴里吐出的泉水可以让游客自行装取，可以直接喝，我们是不大敢尝试了，拍照看看就好。逛了一下，我们买了一份使用富士山涌出清澈流水制作的豆腐，富含浓郁的大豆精华，入口滑顺，上头有酱油葱蒜搭配，让人惊讶贫乏的豆腐也是如此的好吃，一份是300日元，折合台币是63元。再买了一份草莓大福，500日元，折合台币是105元。饱满可爱的草莓大福是人气超高的品项， Q 弹的麻糬外皮搭上绵密的红豆馅，再放入一颗酸酸甜甜的草莓，三者融合成美妙的滋味。这里有一个露台，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富士山，这边也不是看富士山最棒的地点哦，忍者八海的游客超多，在这里我们大约停留1个小时，拍了照片，买了伴手礼，我们就上车前往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也就是导游说看富士山的最佳地点。离开人野八海大约20分钟的车程，现在时间为下午的5点钟，我们抵达日本最大的玉电厂奥莱，就在关东超人气观光圣地河口湖以及箱根之间。
因此吸引了许多外国的观光客造访，占地广达42万平方公尺，落成后便持续保有日本面积最大 Outlet 的头衔，在第四期扩增2020年6月完工启用之后，让商店的数更增加到290间，总营业面积也扩大到6万平方公尺，让玉电厂 Outlet 成为店家最多、商场最宽广日本第一大 Outlet。玉电厂 Outlet 不止好买，也好吃又好逛。我们买了一双 Nike 以及一双艾迪达的球鞋，真的比台湾便宜很多。商场内还可以远眺富士山，这就是导游说的可以看到整座富士山的地点。虽然今天的云层比较多，但是富士山整个容貌就在我们眼前，很壮观，完成了小朋友心里的梦想。我们在玉电厂 Outlet 逛的时间大约2个小时，包含晚餐时间，因为 Outlet 里头就有餐厅，今天的晚餐就自行在 Outlet 解决，不集合大家共同用餐。但是旅行社也有每人发2000日币，大约新台币420元，让我们自行运用，这样也算是包含晚餐了吧。我点了一份1859日元的牛排，不是很厚，是2片薄牛排组成，这样应该是比较好煎。还有一份牛肉乌龙面，1265日元，汤没有很咸，味道适中，面条 Q 弹，牛肉块算普通，还有搭配一份炸蔬菜玉米，一份章鱼小丸子6颗935日元，还蛮大颗的，搭配青葱和美乃滋，味道很棒，但是好烫。之后又在加码买了一份真奶600元，还有一份草莓奶油可丽饼600日元。旅行社提供3个人共6000日元的晚餐，我们3个人总共吃了5259日元，还剩741日元存起来。逛完奥莱，大家集合上车，大约20分钟的车程。现在的时间为晚上7:15，我们抵达今晚入住的饭店 Just One 富士小山。客房大厅、公共浴室、餐厅，从任何一个地方看出去，都可以欣赏富士山的壮丽景色。大厅有一面很大的落地观景窗，看出窗外就是富士山。像这样，因为现在天色已晚，外头乌漆麻黑一片，期待明天早上起床可以看到壮丽的美景。导游帮我们办完入住手续，大家拿好房卡就进房休息喽。刚刚导游给了我们2张房卡，不同房间号码，我们也没有想太多，就直接上楼。一间房间，左边是浴室，空间还可以。干湿分离的方式就是在浴缸上面加一块防水浴帘，洗澡的时候一定要将浴帘放进浴缸里面，让水顺着浴帘往浴缸里面流。因为日本饭店的浴室在浴缸的外面是没有排水孔的，如果按照我们平时的习惯洗澡，房间一定会大淹水，所以要注意哦。再往里头就是电视、书桌、2张床，因为饭店里头没有3人房，竟然给了我们房中房，就是2间双人房，墙壁有打通，4张床让我们睡，还不用加价，真是太开心了。盥洗用具都有，水龙头是恒温的，很高级，还有记得水龙头的水不要喝哦。整理好行李，接下来就是我们耍废的行程。饭店的 WiFi 也超快，走出客房，外面的走廊旁有饮料贩卖机，我们就一人投了一瓶饮料打开房间喝。这两位姑娘就滑手机、吃饼干、喝饮料，我有时间就稍微先整理一下照片，看到4人房我们3个人睡就很开心。这就是我们日本东京迪士尼5天4夜的第2天行程，玩得很满足，明天就是第3天啦。会去什么地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睡觉起来，我明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晚安咯，我们明天见，拜拜。